爱水的女性爱注意咯，高雄有一位吴小姐去切目睭了，感觉无满意，要去找医生，等到佮等去找这个美容师来帮伊除掉，结果美容师去伤到伊的目睭，还到即马佮看袂清楚。已经过四个月啊，吴小姐嘛是爱定期到眼科诊所来治疗目睭，因为一时贪俗嘛贪方便，到美容工作室去镭射洗眼线，结果虽然眼线洗掉啊，啊不过却伤到倒边目睭的角膜，和角膜破皮，吴小姐是真后悔。好像也里面有沙子，但感觉刺痛，就是很不舒服。当然后悔了，你看我的眼睛现在怎么都恢复不了那个以前的症状，都是很模糊。眼科医生表示，镭射机器的操作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执行。这位美容师可能是操作的技术不好，镭射能量过大，才会透过目睭皮伤到角膜。如果溃疡的话呢，会造成眼角膜的那个疤痕，会严重的会影响视力。如果那个疤痕在我们视觉的中央的话呢，严重的话要换眼角膜，甚至造成视力的永久不可逆的损伤。医生指出，未少爱水的女性，正爱伫目睭的四周围做文章，特别是正在医疗美容的疗程，卡数操作无好势，唔然会乎目睭流目屎、惊光，严重时阵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视力。提醒民众一定爱选合格医生，才袂爱水却造成伤害。记者李宗芬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